是把应该有的一些资讯然后讯息都不断的传导给这些选手是最好的。这个球打到右外野方向蛮深远的哦，在全垒打墙前面，这个球上去了，全垒打于贤明敲出了一支 solo home run， 而且是手打席的全垒打。哇，卢少宇今年球季啊被打的第一支的全垒打，同时也是于贤明本季哇在一军的部分啊第一支的 home run。高嘞！哇，撒鲁很高兴啊，这个球啊，大家都站得好高，手举得好高，让他跳起来打，跳起来，击掌。哇，于贤明手打席的全垒打，在球数领先的情况之下，一好球三坏球，敲出了这支的全垒打。哇，直接是一棒啊，把分数给追平了。现在牛队啊，刚刚丢掉的一分，靠着于贤明第一棒手打席。solo home run， 直接追成1-1的平手。个子不大，打击的力道好大。是，哇塞，小巨人，小巨人，本弹跳的能力也高了。教练哦，张文忠的手举得再高，他还是跳得起来。是，正好是中间。